我说你赖清德这个台独战争才是三位一体，真的，你赖清德主张台独赢台战争，这三位一体。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3号晚间上网路直播节目，面对选民的问题，直球对决。我不应该这样对吕志英。现在关了1000多天呢，关在监狱里面呢。你知道你讲这句话的后果多严重？我知道。然后到中国大陆可能从此不让你进去了。提到声援黎智英，让一旁名嘴吴子嘉都愣住了。敏感话题，赵少康没有回避。民进党在没有执政以前哦，天天要内阁制。他是执政的时候，他舍不得这个放弃嘛。赵少康说，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，他也提过内阁制，当时马英九说修宪太麻烦，整件事不了了之。话锋一转，赵少康承诺选上会推动改革。另外，针对废死议题，蓝营的立场相当明确，大胆讲是反对废死，而且我们是在国会里面，国会议员也都反对废死。赵少康加码补充，选法务部长前会先问愿不愿意签执行死刑。侯康会认为已经定谳就该好好执行。理论上讲，蔡英文应该特赦他的。如果赖清德当选，我们如果哈。阿扁期待他特赦，我告诉你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提到前总统陈水扁，赵少康说，就算赖清德选上，也不会特赦他，强调民进党是民主的独裁，选举民主，选上后变成独裁专政。我觉得赖清德最大的问题就是给台湾的未来带来相当的不确定。而且1月10号，只要他当选，不要等到520。对，我认为中间就有问题。超过1个半小时的网络直播，赵少康炮火猛烈，从割颈案讲到民主宪政，候选人把握最后时间，争取选民认同。TVBS 新闻江俊彦、许佑祥台中场报道。1月13号 ，TVBS 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，Facebook、YouTube 同步直播。下午3点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下午4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，下午6点大局已定，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。晚上8点政治新局，美中台关系带给你最深入分析。1月13，锁定 TVBS 新闻网。